那份怎么样了？任务顺利达成，太好了，陈嘉欣，放下，别伤着小心你了。 陈嘉欣，你真的不用我留下来陪你吗？或者是说，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？ 让研发部周五下班之前把邮件发过来。欧洲那边的情况随时让国际事务部跟我汇报。另外，嘉欣的那个事情还有什么情况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确认过了。好，幸好嘉欣说什么我奶奶都好好好。要不然的话，我肯定没忍住。那这个蜗牛还在你那儿呢。你别一口一个蜗牛，他是董事长特助，你是总经理特助，这样算的话，他还比你高半级。